29岁孕妈挺着巨腹直接吓坏医生，检查过后医生却在央视镜头前震惊地说出这番话，为何能引发全网热议？这么大肚皮的，我做医生做了46年了，从来没有看过。现在女人肚皮上的血管清晰可见，仿佛随时都会爆炸。可丈夫得知妻子背后的情况后却直接变了心，对我那个母亲最起码等我死以后再娶嘛，是吧？很绝望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怀胎12个月却至今未产子？是怪胎还是绝症？甚至丈夫为何抛弃她另找新欢呢？当你看完她背后的故事，你无法想象这个坚强的女人却让无数国人集体破防感动落泪，就连医生立马提出免费为她治疗。她叫彭细妹，广东省化州市人。几年前经媒人介绍和同村的小伙王军结为夫妻，起初的生活幸福美满，可是结婚2年半，彭细妹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，这可把婆婆急坏了。婆婆不仅怒斥儿媳是不会下蛋的鸡，还去旁边村子乱投医四处求偏方。尽管不太开心，但彭细妹心中也认为一直不曾怀孕是自己的问题，因此她也非常配合婆婆，只能忍着心里的委屈，一口气把这些成分不明的偏方全部喝完。那我觉得肚子有点痛，胀胀的，我说。直到有一天，彭细妹竟然真有了怀孕的迹象。也许是什么的，我说可能也是怀孕吧。尽管身体不适，她也觉得自己这回是顺利怀孕了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而婆婆一家每个人都欢呼雀跃，似乎看到了孙子的希望。但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彭细妹不仅没有孕妇的孕吐反应，甚至肚中孩子的生长速度也远超过常人。短短只过了3个月，肚子就已经和正常孕妇8个月一样大了。然而更危险的是，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她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，脸色也越来越苍白，显得骨瘦如柴，全身乏力，时不时还会出现呼吸困难和晕倒的情况。可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妊娠反应，然而婆家却对彭细妹的这些状况视若无睹。此时的婆婆只觉得这是怀了3胞胎的情况，甚至四处向旁人炫耀。但十月怀胎，可彭细妹快满12个月，也没有任何生产的迹象。这时婆家人才听了旁人的建议，此时丈夫才带着她去医院检查。可是医院的检查报告却犹如晴天霹雳，改变了彭细妹的一生。肚子已经这么大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腹内的胎儿撑破。这种情况，就连见多识广的医生都不禁感叹道：“没人大于孕妇，孕妇只是一般的一个年纪可能比较大的，可能3胞胎也没那么大，有的4胞胎、5胞胎都没那么大。”医生也只是猜测，也许是多胞胎的情况。可医生率先进行了常规的 B 超检测，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，因为彭细妹腹中竟然找不到胎儿存在的痕迹，全部是液体，腹腔里面看不到子宫，看不到卵巢，看不到也有一些肝脏的器官，完全看不到。这让所有医护人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存活下来。为了查明产妇的真实情况，医生安排彭细妹做 CT 检查。可尴尬的是，女人硕大的肚子根本没法穿过机器。他做这里很困难啊！一时间，医院包括专家在内的众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么大肚皮的，我做医生做了46年了，从来没有看过。在医生的询问下，彭细妹讲述了一些关于怀孕的情况。医生根据过往经验推测，初步诊断彭细妹不仅没有怀孕，反而可能是患上了卵巢癌。你的这个病可能是癌症，要是癌症的话，你治也是活2-3年就会复发，到时候就没法治了。如果不切除的话，彭细妹的生命就仅剩下2-3年。然而为了不拖累丈夫，她竟选择放弃治疗。可是这个决定并没有换来丈夫的贴心对待，反而得到了一番令她绝望到底的话。他就说，要不你就离开，要不以后我做什么事，要你也可以住在这里，到时候以后我出去做什么事，或者带女人回来住，或者什么，你都不能管我，就说让我在他那里生活，就不可以管他的事。你说这跟陌生人住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然后我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子对我那个母亲，最起码等我死以后再娶嘛，是吧？看着丈夫拿来的离婚协议，彭细妹并没有纠缠，而是果断签字后转身默默离开。可是善良的她不想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操心，最后她只能漫无目的的四处流浪。然而当她走到桥边的时候，她有了轻生的打算，又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，自己又何尝不可呢？干嘛呢？我就想着去死，到时候难过的还是我家人，那时候我就没飘下去。最终本能的求生欲望唤醒了她，可是病魔却还没有放过她。这个坚强的女人最终选择了一条路，想为自己留下最后的尊严，于是她艰难地走到了医院，而是静坐在大厅的长椅上，静静地等待死亡。至少会有善良的医生能让她魂归故里。然而就在彭细妹绝望之时，改变她一生的贵人出现。好在从广州来义诊的徐院长注意到了她。她就是那么年纪轻轻的死掉，太可惜了。哎呦，你上广州，我给你治病，好不好？我说我没钱治病了。她说我免费给你治疗。那时候我就感动地哭起来了。
听到医生的这句话，彭细妹嚎啕大哭，从未想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能够绝处逢生。通过询问了解到彭细妹悲惨的经历后，徐院长竟然当即决定为她治疗，并且免除一切费用。2009年12月，彭细妹挺着硕大的肚皮来到广州积极接受治疗。经过专家会诊，彭细妹由于腹部巨大的肿瘤导致积水，引发腹盛高压综合症。可现在彭细妹情况十分危险，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，死亡风险很大，所以需要立即进行手术。但是前提是需要先将腹水排出，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么受压迫的肺部会迅速扩张，导致呼吸衰竭，所以医生只能冒险通过引流管排出一部分腹水。起初排放的时候一切顺利，可是第三天的时候，彭细妹出现了七响，呼吸困难。正当医生手足无措时，彭细妹反而安慰医生，救不活自己也没关系，能遇到这么多好心人就知足了，自己死后愿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做研究。这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落泪，更加坚定了救治她的决心。于是他们准备放手一搏，调整合适的方案继续进行排水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彭细妹的腹中竟然排出整整50000毫升的腹水，相当于100瓶啤酒。随着积液的推进，折磨了彭细妹两年的元凶终于展现出来。不过接下来她还将迎来又一个考验，肿瘤切除手术。但是没有家属的签字，医院是不能安排手术的。于是记者立即赶到彭细妹的老家，家里人这才知道她遭遇的苦难。原来彭细妹父母年事已高，家庭状况也不好，一直以来彭细妹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她把自己的病情和婚姻所有的事都瞒着家人，这一回死里逃生。尽管彭细妹没有说，但家人们还是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们赶来医院。如今手术免费，康复有望，所以她的弟弟特意在记者的陪同下到医院签了字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徐院长亲自操刀，经过漫长的手术，终于把藏于彭细妹腹中重达2300克的肿瘤取了出来。本以为经过这一切苦难，彭细妹会对丈夫恨之入骨，可是善良的她却选择了原谅。也不恨，我也放开先前去了，我不想恨人，他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也不想去恨。恨一个人很累的。出院之前，徐克成院长来探望他，硬塞给彭细妹2000块钱，让她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照料父母，为她免费治疗，还为她自掏腰包。徐院长的这份恩情，彭细妹莫齿难忘。彭细妹觉醒，一定要报答徐院长，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康复后的她却决定留在了医院做义工，她穿梭在各个病房中，为每一位病人讲述着自己的故事，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希望。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报答别人对她的帮助，这是一份善意的传递。如今13年过去了，2023年的彭细妹仍然坚守在宣传抗癌的岗位上，在医院做着义工。但更让人高兴的是，在义工的工作中，彭细妹也认识了自己可以携手一生的人，后来成为了3个孩子的继母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为她点赞祝福。